那边就是往高山，上面最大一个就是往那个上高山。那我们当时下午其实还是要出来，然后再绕到那边，绕到隔壁，因为这边我说我们去的三高地的左手边就是主山的这里，本来这里是被你们待的，然后就把这个主山给。准备，我们。